因为伊处理还是扛不住哈，咱嘛吃出名，
虽然大家一直讲灌溉，讲这是一贯的，是大面交，是请人来迄个办，迄拢无妨，迄跟咱的修行拢无关系。咱也是照常用二三十年以来修行修到这么好，对社会嘛是热烈在讲的。咱是因为报纸刊，因为人批评，因为人讲，啊，大家无了解，咱就无做，无啦。咱赶快做认真在做。这是咱爱认识的讲，一贯的你要有这么多人的信仰，一贯的在这个社会扮演的角色，要有那么多人认同。哦，那一般社会讲讲信徒那也多，这拢是一贯的有内涵、有好处，大家在做事。这个在做，关于道亲咱来讲啦吼，咱一贯的已经到76年，就讲用政府的办了后。那么咱就对无后常用无情，这是哦。若讲讲食菜，若讲讲修行，爱讲较小声淡薄。咱若去无所习惯的所在食饭，啊，若要讲买一饭买一菜，啊，讲啊你怎安尼食？无啦，我食菜啊，食菜啊，甲食菜无啥同款。食菜啊较小，我食菜较大，你知？哦，啊，即下咱拢讲食菜，啊，较早人去做兵，还是去创啥？去到伊参加活动，讲你信啥？无啦，我都信佛教。啊，上古早讲话都信道教，因为咱古早有咱李树斌经过上全民代表啊，伊甲咱有参加道教会，所以上古早咱是道教。吼、哦，也未改进以前，咱就挖过一层道教。所以后人讲咱是佛教，咱讲是道教，其实在咱唔是，咱嘛都一贯道。啊，咱讲为无情，怎样？无后也用无情，就用偷情来推演，所以才有今仔日这个工作。希望讲透过这个来演大，希望透过咱这个工作，互咱个社会人士知影咱一贯道是啥物物件。但是在座各位，你一定要记哦，要互社会肯定咱一贯道，要互社会知影咱一贯道的好处哦。上简单的一条路，上简单的一个速度，就是讲咱家己家己做啊好。咱家己家己修也好，咱家己甲厝边做掉，安尼甲斗也好来，安尼吼，安尼就一贯在咧推动着紧啦。各位，漳州的人，各位恁有看了影大个人拢同款吼，可能你个厝边做掉，拢有一贯在个地主，有一贯在个道亲。啊，你若听到道亲，看到道亲讲，哎呦，这个人都袂歹，有影人伊心内吼修养袂歹。啊，你若一讲到人家人做到烧马弯刀面济吼。伊讲啊，我看迄道吼，你讲什么一贯吼，一贯道吼，我看是差不多啦，无偌济啦，但我也办参商啦，人我无信，大行也无咧创啥，也无咧食菜吼，你使用也袂比伊较差，所以这个也可能是个误解吼，因为道是真崇高，道是真至圣，唔过个人使用吼，也各有差别，所以我希望咱个道心咱在做。哦，一定爱安那，但是本身修啊好，啊，佮个厝边这边吼，啊下来，安尼这个道啊，才有法度以咱以无后正向无情的这个当下，人才有可能成就。所以咱三宝传下来，对咱讲这个合同安尼好啊，对合同好在，或者圆满啊，或者一个是家中合适，咱安嘛合适吧。不过咱这个合适是安那，一个圆融包容。咱若袂晓运用甲包容，那就一贯都你安那向无啊向无情，对无啊向无情去推动，这是足要紧。所以咱今仔出门，咱来谨记在心。好、哦，尤其咱若穿这身衫吼，足新奇个，足奇怪，人会拢甲你问讲，啊你是保险公司个无？啊你是毋是保险公司个？讲我毋是嘞，我讲做个上天个保险公司啦。上天的保险公司，你知？因为咱求道有啥物好处？求道的好处就是讲，会超生了死的道在下人嘛，对咱大家拢知啊。会让咱内心灵的内在得到解脱，会让咱这个身躯的本性完成灵魂解脱，或者超生了死。啊，会让咱的这个在世的灾劫灾难，会当透过咱的信仰、咱的精神老母娘、咱的本尊弥勒佛、咱的。真侪咱有敬仰的心，甲咱庇佑，甲咱化解。哦，啊，透过安尼，咱若无做好，哇，啊就麻烦啦。哦，所以这个，咱人间唔知影，啊，咱大家爱来推动，为咱家己做好上要紧。所以
对人间的误解也好，政府的改进也好，这几年来，咱大家拢对于预热预热做。啊，佫有一点就是讲，咱最重视啊，最重要是日日经营啊，日日经营就是讲点点啊来做。就是咱啊，有去高龄医，有去养老院，有去社会公益团队，咱也去捐钱，嘛唔敢下一关灯。安怎你知影无？伊惊你啊啦！我嘛唔敢啊，这是我嘛唔敢，我嘛写我的名，写公司的名，我嘛唔敢写一贯的单修员，刚刚好大正啊写安尼良心就来抓去啦。但是政府改进了，咱社会稳定，所以咱就公开来活动啊，公开活动做了足多工作，所以在座各位，咱诚心的捐钱啊，咱老在社会做公益事业，一定要担着一贯的忠厚。一贯道总部代表我们的团体，代表我们的大，代表咱的多，代表咱的团队，安尼才好做，真正立立根本啊！依据个啥？个好做整体性的观念，整体性的推动，那么才会当得到社会的认同。这是一个预再来做开头，但是各位唔通未必讲教，是咱的尊严，是咱的尊严代表啊！非常辛苦，从咱时阵时务改变，为代表啊，为代表依据个来台湾办桌，非常的心酸苦涩，泪干换来结晶，咱来来珍惜。啊，哪样爱来珍惜呢？咱也无珍惜，社会人无把咱认同，啊，咱的家庭无把咱认同，咱的修道无人把咱认同，各位。安尼做修这刀啊，唔是一贯刀，或者咱大义讲啊，做高阔刀啦，高阔刀恁知无？修甲高阔高阔，啊无亲情，啊无朋友，吼，遐无厝边，也无隔壁，啊，五十六十亲情，八十九十岁拢无啊，像咱家己个安尼个时阵吼，那这就很麻烦了，吼、啊，就真麻烦。咱一贯刀是一个真宽容、真包容的宗教信仰，吼、啊，希望讲咱按家来用心对咱。时间时务的改变，变成着咱前人的辛苦的迄个结晶。安尼，咱向社会来讲，咱一贯都是好，人会肯定；咱向社会来讲，咱一贯都是赞的，人会甲咱认同。啊，那么，安遮咱好好来改变色，这是最要紧。那么再来就是讲，虽然咱是公开，虽然咱是已经伫社会啊，有淡薄啊，即个或者名望啊。尤其最近咱的道场啦，一直请着咱政府的首长种种来甲咱活动啊，哇，感觉名声真好。如果社会人士对一贯的宗旨、甲伊的活动内容、甲伊传下的内涵，也是一知半解。真侪学者你甲讲一贯道，吼、哦，真侪学者你甲讲一贯道，伊讲哈，一贯道听说过，捌听过。啊！伊是要创啥？我有当时啊，咱嘛只临时吼，向阳说唔知你安怎甲伊讲咧。讲一贯道是安怎？向阳要甲讲就讲一贯道是安怎吼？照咱一贯道的宗旨安尼解啊嘛，解念互伊听。